如图，已知平行四边形 ABCD 的对角线交于 P， 若 AB 向量等于 A 向量， AD 向量等于 B 向量，是利用 A 向量、B 向量来表示 BP 向量。我们可以知道 BP 向量它等于二分之一 BD 向量。那 BD 向量我们又可以知道它等于二分之一 BA 向量加上 AD 向量。那我们可以知道 ABA 向量的话等于 AB 向量的逆向量，所以是负的 A 向量加上 B 向量。